顾明兰留下了一个女儿。女儿？她是罗府的七姑娘，叫罗依宁。这画上所画何人呢？她叫顾明兰，曾是罗府二房的大娘子。顾明兰？不过她很早就和离了，后来搬去了桃园别院居住。凤凰山？现在人在何处？他已被毒身亡。被毒身亡？被何人所害？毒害他的人现已入狱，顾明兰留下了一个女儿。女儿？她是罗府的七姑娘，叫罗依宁，现已被证实不是罗家的血脉，是她在被劫期间所孕的孩子。原来顾明兰私通之人是英国公，英国公行此之事，难道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身份吗？私通？谁呀？据我所知，我和顾明兰相识之前，他就已经和离了。哼，何来私通？和离？当年我的确写过一份和离书，但被我母亲扣下了。是他吧？他也遣词了。魏某没有对不住你们罗家的地方。顾明兰是我的亡妻，怡宁是我英国公府的嫡女。从今天开始，若有人再传他半句闲话，我绝不客气。